F6 发动机关。
それ一個16飞行时速已突破1000小时，最最最重要的是，唐诗梦少校为了今天新竹基地的特技操演，已经实施100架次以上的 F16 单机练习，以及1000小时以上的模拟机模拟，为的就是要把最完美的飞行呈现在各位贵宾的眼前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。到飞机落地后，从各位左方滑回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唐教官头盔下的黑色护目镜，但是我看到的却是那黑色护目镜下坚定的眼神，以及飞行员对报效国家的坚持与执着中所散发出的成熟男人味。各位亲爱的贵宾，今天早上 F16 战机性能展示到此告一段落，如同特技操演一样，各位的鼓励永远是我们空军最大的动力。最后，本人在此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海里，六战机一整齐划一的队形，高昂的战斗气息，向所有来宾致上最崇高的敬意。现在战机即将通过观礼台，请现场嘉宾向飞行员。